散步，不来跟特别想你，想你 ，say tonight， 想你 ，say time， 想你 ，say sun， 不来跟特别想你，想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金老师，今天又来继续我们的哈帕乌头。那之前我们已经复习过前面一二段的段落了哦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有新的动作练习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喽。好，第一个，待会我们双手举高。好，举高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往左边甩甩，然后往下甩甩，再一次哦，准备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用力的时候，我们感觉是像敲到一个隐形的墙壁，敲回来敲，对对对，所以不要太用力的往旁边伸直哦，是用反弹的力量，端 and 端的感觉，来准备后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好，我们手要尽量再抬高一点点，好，不要让它只有在我们的脸旁边，好，抬高来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加上我们的右脚往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那看一下侧面哦，我们往前的时候脚会重心往前踩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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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踩
OK， 来试一次哦，准备好，嗯，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嗯，六、七、八，哦，大家跳得很棒哦，但是我们要加速喽，准备好，嗯，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嗯，六、七、八，好，那这里的时候呢，如果会有一点点跟不上拍子呢，我们要试着去习惯一下，手抬高的时候。不要用我们的拳头去出力，不要用手去敲，这样你的手其实会很用力，而是感觉用我们的手臂，整个手臂去晃动，好像是这样，抬高之后，整个手去晃动，而不是只有这样。好，这样你的手就会很酸哦。再一次哦，感觉用你的大手臂这边，我们去运动到。好，可以加一点点我们身体的摆动，看我的肩膀跟我的侧腰，像这样。好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好，来，我们试试看动作哦。来，准备，嗯，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嗯，六、七、八，很棒哦。来，我们继续加速喽，然后再继续下一个动作。准备后，来，嗯，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嗯，六、七、八。也很好哦，来，那下一个动作到这边八，好，来，我们的右脚往右边踩的时候，手往下拉，我们蹲两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那我们来讲解一下动作的话是手抬高，很像两只手抓的一条绳子往下拉，好，往自己的方向拉扯，一。二、三、四，好，来，再加上我们往下蹲，嗯，六、七，往下蹲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嗯，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在交换动作的时候啊，我们在这边先拉 and 放的时候，我们的手就顺势甩过来，好，就到另外一边了，然后一样拉 and 甩。拉 and 甩，让我们的脚跟着手摆动，脚跟着手摆动，快一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大家都做得很棒哦。来，那我们两个动作连在一起试试看哦，加油！好来，嗯，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嗯。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很棒，很棒。那我们再加上一个小小的细节，在这里拉的时候，往下、下换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左脚抬高，抬高，下、抬高，下、抬高，这样你的重心可以换得更好看。一、二、三。七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来，那我们从头再数拍一次喽。从头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很棒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来加快速度喽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来加快速度数拍，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哇，大家越来越厉害嘞，越学越快了，很好哦。那我们最后一次，好吧，最后一次快速的数拍之后，我们就跟音乐喽。好，来，准备好，好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很好。那好，来准备音乐。对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很好，很好，来，我们继续哦，最后五遍哦，试试看，对，嗯，
六，嗯，六七八。哦，还有四遍哦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好嘞，嗯，六七八。很好，还有三遍哦，加油，保持呼吸。好嘞，嗯，六七八。好来，再两遍哦，大家加油加油。好嘞，嗯，六七八。来，最后一遍哦，跟着音乐哦，加油加油！来，嗯，六七八。好，大家都表现得非常棒哦，很好很好。那注意一件事情，我们在手抬的时候啊，要记得要用我们的侧身跟我们的大手臂的力量哦，千万不要用手去甩，不要蛮力去甩它，要记得要这样哦。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。Hello， 太嘎吼，我是阿金老师，今不愿又要来教我们的哈帕舞蹈。那上一次是不是有教了一个新的动作？好，手抬高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记得吗？要跟着我一起把我们的侧身去做转动，才会运动到哦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会从这个部分继续的往下教学新的动作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先复习一下。好，第一个手要抬高，准备后，嗯，六七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嗯，六七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嗯，六七八。好，到这边之后呢，来注意一下，我们再往下拉的时候，要记得我们的重心要往对右下方下去，所以两只脚的膝盖都要一起弯哦，不要只有弯单脚。好，两只脚一起弯，让它放松，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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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。到这里下一个动作的时候呢，我们首先抬起来，右手从左上到右下甩下去，左手换边甩，好来，嗯，六七八，一。一、三、四、嗯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这时候我们会加上我们身体的律动，来，右脚先往右边踩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嗯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当我们踩的时候呢，要感觉我们的身体跟手会有一个反身的动作，所以脚踩下去的时候会有点往内，对，很好，来回正。再朝肩膀转回正，好，所以我们要感觉是我们的肩膀左右的转动，加上我们跨脚哦，来，准备后，嗯，六七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嗯、六七八，好，那注意一下，我们要将我们的腰有更多的转动，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练习一下，双手先摆在肩膀上。好，什么叫做肩膀的转动呢？就是我们肩膀转的时候，我们的脚不会离开原本的方向。好，如果我们这样，我们的腰就没有转动了。好，所以摸着我们的肩膀来练习一下腰部转动，然后脚留在原地哦，转动转动，很好，感觉我们的腰去发力的感觉，很好很好，继续练习。好，非常棒，大家都没有问题。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拉手的动作的时候，我们的腰要跟着转，拉高回来，拉高回来，拉高回来，再一次回来，很好。来，我们跟着数拍哦，来，准备后，嗯，六七八，一、二、
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很棒哦！再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来，我们加快速度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大家都跳会动后哦，来，那我们继续喽。当我们做完这个八的时候，下一个双手抬高、哦。好，我们做出一个一样拉住毛巾放在背后洗澡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先是右手，好，左手在上，左手往下，左手往下换边，右手往下，右手往下，再一次，左手往下，左手，右手，右。手很好，再一次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讲脚的动作。我们脚重心先放在左脚上面。好，踩下去的时候放右脚蹲，一、二、换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那我们会有小小的往后移动。再一次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好，那我们的身体呢，会微微的往反方向走，就是我们的右脚退后的时候，身体会微微向左边，所以我们会有一点点的像是往斜后方踩的感觉。对，很好，再一次往斜后方踩，踩，踩斜后，踩，踩斜后，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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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头可以跟着重心的移动，做一个点头的动作。好，来试看哦，嗯，六，七。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非常好。来加上我们的手的动作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太好了。来，那我们两个动作连在一起哦，好吗？好，来，从第一个哦，我们刚刚从这边前面接过来一次好了。好，从前方接一次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大家记起来了吗？来，我们再多练习几次数拍，慢慢加快速度哦。来，准备。好，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很好哦，大家越来越好了。那我们再练习两次哦，准备好了吗？加快一点点，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来这里停一下。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手划开下去，划开下去。好，最后的感觉呢，我们拉下来之后，我们手就要瞬间往后背，对，这样才会让动作有一个连贯的感觉。那我们从这里再试一次哦，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手抬起来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很棒哦！好，那我们最后一次跟着我的数拍，然后就跟音乐练习一次喽。好，来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
好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来，那我们要跟着音乐挑战看看喽。好，来，音乐准备。来，六七八。哦，大家跳等候哦，来，我们最后两次。好，来这边，六七八。好，来加油哦，我们最后一次哦。大家加油，来准备，六，六七九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都表现得很好，那我们就到这咯，谢谢。